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，我是小潘，我是小林。好，我们今天呢要来介绍一下我们屏东，应该是说分享啊，我们要来分享一下我们屏东一个很好吃的阿 Q 什么动员？阿 Q 动员。我在网络上好像没有看到有屏东的 YouTuber 在拍啊，就是今天就特别分享一下，因为他们蛮好吃的。对啊，夏天要到了，其实我觉得你如果你又来屏东玩的话，你可以来吃一下这一间，就在龟兰。龟兰。嗯，看他们哪知道归来在哪里？归来是个充满活力又质朴的快乐农村社区，周边的好吃美食还有归来肉丸及归来大肠香肠。因为我们已经买回来一段时间了，其实它真正是里面会有那个串边啊，就是里面会有串边，能看到吗？先要这个抹茶味。哦，绿绿的是抹茶。哦，其实好好吃哦，刚刚就吃起来，你看，那应该看得到吧？哦，我怕那个会倒。抹茶。然后你要加奶精。奶油球。就是奶精吧？奶油球。奶油球。就是给它强而已。它浓浓的、那个。就整个加下去这样。浓浓的抹茶味。哇！我把它冰起来了，我把它冰起来，它现在已经有一点硬起来了，就是结冰了。一碗很便宜，才45块，细仔我够。哎，我的没有冰，你看。哎，我的冰起来，可是也没差。还是因为你是双面的。可是也没差，因为它很好吃哦，所以我才要推荐给大家。如果你有来屏东玩的话，那详细的一些名片啊，我会放在影片的后面给大家看一下。啊，如果你有来屏东的话，你可以来试试看看，因为我觉得它的料是现煮的，啊，还蛮好吃的 ，Q Q 的。这个凤梨，这是什么地瓜圆？对啊，我最喜欢就是吃这个凤梨。这个是现煮，因为它就端一端一，吃在嘴巴里面就会端一端一，还不错吧？有没有变硬？冰起来是多多少少，可是我是建议说大家是买完之后买了就马上吃，因为我这次后面买回来还有放在冰箱里面，所以它的料会有点冰冰的。嗯，不会，它加奶油球，有奶味更香。其实这样吃起来就像那个潮州的那个雪莲冰一样，只是雪莲冰它是有一点热热的这样子，差不多的那种感觉啦。它热热的料加上冰，老板跟我说，云端午进场了，我说没有，你刚怎样在咸草里冲啊？仙草是用来那个退火的。仙草是一种草本植物，晒干后不论熬煮成仙草茶，或再添加胶状物质凝结成仙草冻，都是常见的消暑品。刚才进厂的人吃仙草拢退火，再把仙草。那抹茶欸？抹茶？抹茶是吃好吃漂亮的，因为它颜色就绿绿的，恶魔的血液。它一咬就一块。什么叫恶魔的血液？第二个那个，我去买，还有一个大陆的客人去买，然后老板我要少少的冰，少少的冰。然后哦，你的那个老板我要少少的冰，你的奶冻要少一点。我要少少的冰啊，少少的冰。对啊，因为他们都会卷舌。老板我要少少的冰。就静静的看着你装冰。嗯，太甜的话就不好吃。吃起来还蛮顺的，哪里顺？老板开始咬，第一个是咬这个冰块，后来就珍珠，后来又咬那个黑糖，直接嘟来我的鼻子这里，给我闻。真的假的？嗯。嗯。就嘟来这里，我胖了，我胖了，你胖了，我胖了，我胖了。该胖了对吧？我不可以胖对吧？今天就胖了啊。还有很多料，又有薏仁，又有红豆，啊，加上那个奶油球更香。我都已经不介绍，我都是吃起来，我这样吃给大家看。我们的频道要开创一种新的、不一样的题材，就是
吃给你们看。对，一起加。我们那个冰老爸一块。这间店他有电视台去采访过，可是我还是没有看到 YouTube 在试吃。就应该我们这一部今天是第一个吧？他好像有好几种口味嘛。我们现在吃的是综合的招牌，是吗？还有什么？我们现在吃的是招牌冻，还有什么抹茶梅子，还有什么忘了？我只记得这个，因为这个有很多料。那、啊、你如果去买别的话，就是干那个味道而已。所以那天买回来，跟价钱一样吗？对，4-5块，就没有那么多料。不过这好，我快吃完了，等一下我们就要做个 ending，OK？、Okay?这次尤菲德很好笑，很可爱。尤菲德抽到了观众，对啊、感谢小姐姐，赞叹小姐姐。还有小潘的那个手写卡，其实我觉得这还蛮实在化的。啊，大家的留言鼓励我们都有看到，点名赞，好的坏的我们都给他赞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今天就介绍这个。好吃的阿春洞的，那如果你要来屏东的话呢，你就可以到我们等一下提供的名片跟地址上面去吃看看，好不好？对对，下方。下屁呀、啊！等一下后面会后置的、啊、下方，我现在不做下方了，下方是我们的字幕条，好吧？好，我吃完了，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边了，那我们下一次影片见，拜拜。我比较喜欢吃仙草。不然就买仙草面。